there's no such thing as rock music anymore, man. They don't have it, you know? You know what I mean? It, ha! You know what this town needs? Some real rock! Thank you. Shit. And when I was your age, how old are you? 其实我已经三十岁了。Let me get another one. No problem, no problem, no problem. Man wins. No problem. This is cool, man. Stop. All right, fine.我们就希望把这种西方的音乐，美国人音乐、英国人音乐都好，西方音乐这种我们认为真实的音乐带来，算是唤醒听这种流行乐的中国人。我曾经听到一个人讲过，他说你中国人唱布鲁斯乐就好像老外来拉二胡一样的好玩好笑，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之所以接触到这样的音乐，纯粹是通过网络，我在网络上可能听到了这首 Muddy Water 那 Hoochie Hoochie Man 或者是 Robbo Johnson 的 Sweet Home Chicago， 然后我觉得那种东西，我不知道它有哪个特质吸引我，我就觉得真实。因为我觉得其实音乐就是说话，唱歌就是说话的延伸，不是吗？我觉得中国摇滚乐没有国外发展，是因为早期这个音乐的Blues 是黑人发明的，然后是在美国起源的，所以中国当时也没有什么发达的网络啊什么的，也没有办法接触到这些东西。但之后有了网络以后，通过互联网我们知道了这些乐队，Blues 啊 Hard Rock， 然后去了解，去在网上搜视频看。我觉得我比较喜欢 blues 这方面的，应该是源于生活吧。 blues 本来就是最早黑人的一种宣泄一种方式。当你生活遇到一些不愉快的时候，你不经意间去听到这些音乐，你会感觉这是一种宣泄，这是一种倾诉。其实我跟他们的这个经历不太一样。我最早打鼓，其实我是一个朋克鼓手。其实最早我是一个朋克鼓手，因为年少嘛，都有那么一种冲动。因为朋克的它的这个节奏感什么都非常强，而且速度也快。当时追求这种东西，后来打着打着呢，别人就告诉我说你打鼓不稳，你应该去练练最原始那些最古老但是又非常经典的东西。那么逐渐的我才接触上布鲁斯这种音乐，那么打上以后，我觉得我才真正的就是喜欢上这个鼓。我认为音乐不是应该拿来赚钱的，就是这样。就是我认为音乐不是拿来，包括我们中国也有自己的音乐，京剧什么的，包括一些戏曲，这是我们自己的音乐。只不过我们人受的是 blues 影响会大一点，当然我们国内人也会受，就是包括京剧也已经是非主流音乐了。在中国主流的一些只不过是商业包装起来的流行音乐，粗制滥造的一些音乐。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大部分的中国人接受到的音乐文化是跟国外西方的音乐完全不同的，因为算是一种软入侵，西方的音乐进到中国，然后把中国的一些听众吸引走了。但是有那么一大部分人他不懂这个文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音乐在中国没有办法兴起，而在国外又是那么流行。因为这个东西是他吃国外的东西，而且是西方人的东西，它不是我们中国人的东西。这个本质已经在那了，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它。我不敢，我奢望，但是我又不敢奢望，在几十年内或者多久，或者我走后，或者大家都走后，你说中国人能不能真正的去理解、去接受这种 rock and roll 这种音乐，真正去听懂这种音乐。我
但我希望，但是我觉得那是很难的一条路，那是很远的一条路。Yeah, I'm here.